我第一次公开，那个人才比我做得好。然后后来发现他们告状的，他是又嫩又糯，特别巴味。三个人了。哎，三个人。微辣吗？重辣的。重辣呀。哎，那个微辣淡了点，不正重点。来来来，资格的泸州老火锅哈，我跟你讲，他以前有大店，都是经历了风风雨雨，最后收老店哈，开小店。我跟你讲嘛，小店来出精品，先把学员喊起。那些老学员哈，那才是正儿八经的学员，老肉片儿早点出去哈。老肉片吃的都是个老，哎，别个介绍的腊排骨儿，晓得是不是土著？在重庆吃火锅哈，第一筷子绝对是没得，争气争气。哎呦，哇！我讲他那个锅底特别的巴味，入口都是香味儿就来了，牛油味儿特别重。那个爸爸的火锅儿，它都是主要都是体现那个牛油特别香哈。说到那个牛油香，吃正宗重庆火锅儿一定要打一坨生牛油，而且炒底料拉红油必须要用老火锅牛油，晓得不？哦，说到牛油噻，我就发现了哦，油用好的牛油，它才熬得出来的味道。来，鸭肠，吃鸭肠，来，哇，哎，鸭肠必须给你们下个挂面。喂，你看嘛，闻到它个海椒香味哈，海椒的香味和牛油的香味结合得特别好，它那个都是香辣型火锅。啊，来，鸭肠炫火哈，哇。好像好寡味，而且汤头的那种香味呢，很舒服。哎，对，它这个火锅吃得出鲜味，是什么原因？又是米条哈。哇，那个鸭肠吃起真的是好满足，而且那个鸭肠又是顺香火，虽然说没有鹅肠那么大哈，但真的很舒服，分量还是多哟。你看我们搞了几家。我找的还是要资格的哈，有些粉丝推荐的不当靠谱是这哈。他们看的，咦呀，给他们看一下。哇，哇，真的，他这个锅底好熏哦，好舒服。电话了。哇，来要看，要看。哦哟，切得好哟，腰片，你给我看那个腰片，那个腰片好大，那个腰片我不吃干地肉，干地肉叫不住嘛。那个腰片吃出来是酸腰片，没打东西哈，它都是酸腰子，泡的水，你还吃到有点料骚味。那个腰片还是要蘸点干干地可能舒服。老板，打干点吧。打干点。哎，打干一点。什么好多？他泡毛汤毛肚很管味儿，是吧？他是半水火锅的嘛？你给我看嘛。水多的，看没汤菜一下子都好。啊，油多的紧到他们说，因为油的温度没得水高哈，油能烧高那是纯油，但凡有水的，那个油都烧不到一百度哈，它都只有九十几度。哦，不行的，马上拿温度表来量。那个花椒量你给我看。嗨呀，轻点站一下，轻点站一下，我都不敢黑起站了。是不？但是我现在还是喜欢吃油点，油点没那个辣，那个确实太遭不住。爽，那油切的好不？切的好，尖味浓郁，非常的趴糯。这煮久一点，它就更入味。已经很入味了。那油吧哈，吃那种火锅了。你得慢慢吃，你不能心急火燎的走起来，哦，全部哈煮下去。在重庆吃火锅哈，是边煮边吃，边烫边吃。煮得久点的，早点放到边边，然后就开始烫菜，那个都很舒服。你看，马上那个豆干就起来了。哎呀，有点舒服。哇，这个豆干，好不好？泡得很嘛，是不是？哇！跟我店儿在这儿用的一模一样的，那次都晓得刘老板的，他是喊刘老板把那个广告费给我打到我账上嘛。我只要不是商家的钱，我都敢说实话，是不是？我推荐的东西我都敢保证。我想为啥子他做得好？那个老板经历了大风大浪，他起家不当桌子，开了大店儿，
你晓得噻，那个人一旦开大了，他都膨胀了，个人不收啊，不个人不搞啊，那些是噻，他的生意又下来了，就把大店关了，又开个武当粽子的小店，能够再一次爬起来的只有两种人，一个都是真正的匠人，而那个都是他的人品特别好，还发摄影的，是的嘛，我以前亏了亏那么多的钱，我也摔过的哈，人都有三起三落，这排骨，这排骨好吃，好吃啊，就是稍微有点咸。嗯，哎，那、这个排骨是品质好，但是都是含了点，你说对了。嗯，来来来，嫩肉片主要行哈，嫩肉片下锅了都是马上要吃饭了。搞两根黄耳，那个黄耳都是品质非常一般的哈，哦，那个都是不是那种特别好的黄耳，看起很白，知道吧？人家看来都是发过的。跟你讲哈，那个黄耳越煮越老，越煮越嚼不动的，都是纯鲜货，不管煮好久都嚼得动的，那都是发货。哇，必须是北米版，我那个嫩肉片真的品质用的好惨了，你给我看，真的舒服舒服舒服，哇，那个嫩肉片真的看绝了，我真想给你们闻一下，从品质上我都给已经看出来了，不用吃我都晓得那个嫩肉片很霸道，哇，那个嫩肉片你至少要喊大娃娃，嗯嗯，滑滑的舒滑，还有肥筋，最重要的是它的红烧粉好，它红烧粉是那种膏状的，火锅的滋味全部加到高头，我第一次公开那个嫩肉片比我做的好，全部是正宽辣椒筋辣椒，它是又嫩又糯，特别巴味，我以为这个还有粉肯定要讲究，它那个红烧粉吃起来看嘛，它煮起来那种要那种半膏状，是还有就是这个红烧粉的煮的那个状态，哎，爽爽爽！鉴于那种只有六张桌子，我都不给你们讲地方在哪点了哈，我要给个人留着。我想吃了那顿火锅，跟你讲，吃资格重庆火锅，享幸福人生。哎呀，哎呀，好爽哦！嗯，今日消费。396元，它那个味型哈，它都是属于那种胡辣牛油香，它的牛油和海椒那种结合的香味特别浓郁，基本上没得啥子麻味的，特别的香辣，但是它没加香料哈，我点的那些所有菜哈，基本上没得问题的，除了那个黄耳和那个老花稍微差点哈，其他都非常好哈，拜拜拜拜。